每年有超过50万中国公民前往海外寻求工作发展。然而，在这50万人当中，仅有3%的人能够每年返回家乡和人在大陆的亲友团聚。我们只身前往马来西亚，在沙巴探访一位已经在此工作8年的中国人。大家好，我是胡斌，我来自于上海，在2006年离开了故乡，去了马来西亚创业，为了我的家里人而奋斗。在这8年里，我辛苦工作，目前在沙巴的一个超市里做了一个店长。胡先生在8年前只身一人前往马来西亚，现在他已成为一家当地连锁超市的店长。在这8年里，我没有回去过一次，平时只是每天多打几个电话联系。我十分想念他们，我的家人，十分想念每年过年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吃的年夜饭。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最为期待的便是有亲朋好友不远千里的来看望自己。我非常希望回到上海和我的家人团聚，和他们吃一顿温暖的团圆饭。上海是一个充满无限希望和梦想的地方。让普通香格里拉实现您和亲友团聚的梦想。